分。那一个被动还行，看能不能骗他 Q 我破绽，然后一个回头把他 Q 扭了，看到没？像这种拉扯就能骗他 Q， 他 Q 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头 Q 他一下，然后回头 A 一下被动 ，A 出来就很赚，看到没？他血量就下去了，再打断一下回城，然后再把兵线弄成反推线往我们家推，他就亏的经验就亏很多。你看我现在还是满血，他完全没有打架的欲望。闪现骗 W， 我只要闪过去不 A， 他叫 W 他就死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那肯定有兄弟说，哎，那你闪过去他不叫 W 呢？等死呗，那还能怎么样？那就等死了。把这个炮车吃了，下波兵线往塔里面砍，往里面拖，一定要往里面拖。哎呦，这个小兵不听话，又把他们全杀了。小兵不听话，不死了也没关系啊。三级回家，出门有加速了。你给塔杀出门加速很快，而且还是满状态。是的，炮哥一来就说要给我刷火箭，因为他来的话，他是一级单号对吧？他一级单号没有牌子，他进来就说要给我刷火箭。让我回他信息，然后之后给我刷火箭，然后就我没理他，然后他就疯狂在那刷，然后我就给他禁言了。我这边一禁言，他那边立马刷了个火箭出来，就吓得我赶紧去给他封解封。我还没给他解封，那个房管就把他解开了。哎。还行吧，他交点燃，骗了 Q， 没骗到。哎啥？哎呦我操的呀，这没打过，还是要点燃，没点燃打不了，我操！谢谢炮哥的守护，谢谢。看我骗 W， 哎，他没 W 了吗？哦，他好像是没 W 的。他 W 交过了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这记性不好啊！我今天疯狂用这个冠军皮肤，等我25号打赛哥，我就用这个皮肤请神。哈哈，结果请神上身，在后面归5-6分钟吃不到经验就嘎了。今天那个人好像是叫 SS， 好像没来哦。死亡把我拖烧了。死了他，不要回头。SS 今天没过来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今天25号啥活动了？看到我的名字没有？微竞，微竞是什么？微博电竞。赛哥在什么队伍？赛哥在 WBG 是什么？微博电竞。懂吧？我们是同事。可以给我吗？哥哥，谢谢你，哥哥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我操，这个先锋就不行了，就把中路推掉。不，他嘴太臭了，给他抢了。
他从选英雄的时候就嘴臭，知道吧？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不管他呀，他本来就嘴臭，你管他干什么？管他也没用啊。我总不能跟他对喷吧？我看他气急败坏就好笑。没大招。我操，这吸血鬼！我想骗他 Q 啊，骗不出来。我在那扭，想骗他 Q 我，但是我 Q 又不能让他 Q 中。跨载 kill， 好起来了。Legendary， 背叛就是被杀了，杀人也死人。嗯，听不到。哎呦，怎么没连起来？卡了，兄弟们，我卡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卡了，好卡呀！怎么会这么卡呀？屏幕都黑屏了。哎呦，那有盾弓我炸不死。